那肯定是卢锡安的大，我的装备完美的契合卢锡安的大招。不，我的所有的装备完美的契合卢锡安大招，你们懂吧？哇，500多块钱！又一个，和他们消沉一下。这把不多逼逼，13分钟成装。他的是什么大招？狗头的大招，纯扛伤害。你看这伤害，是不是很高？骗了就算了。我没想这样可以杀他。那狗头的大菜肉，怎么助攻才90块钱？你的队伍超级酷，哎，别杀了，多送点，多送点。我的发，给他拉入黑名单，姜子秀。学习学习一下男刀，男刀才是好兄弟。毒油囊，哦，他把一交了，他一20来秒。我筒子炸到减速，然后出现了大突突突突突突突。牛逼，就得这么干。刚刚那首歌叫什么？不知道啊，不是我不知道啊，我要考考兄弟们，这个怎么念？即使是星辰也会陨落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。烧吧，连起来。What the fuck？ 这是啥？这就无赖。What the fuck？ 小兵 A 啥？哎呦 ，W 没按，有点猪逼了。等原先交一。丢！烧吧，我的仇恨！哎呦，吃不出来的。吃出来就好了。Legendary。我再去下路把塔拆了。
你又是干嘛的？这卢锡安的大不是挺好用的吗？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你还搁这耍呢？队友都炸完了。哇哦！差点给旋风撞死。我感觉我有必要送你。我这个东西毁天灭地呀！蹭一下就无了。现在多少发子弹？46发。他们心中的火种熄灭了。是的，他那个熊，他那个熊一瞬间就没了。Double kill。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抢风头是吧？一枪给你剁掉。这伤害是真的离谱，有点离谱。这个卢锡安大招太猛了，这个装备刚好契合卢锡安大招所有的需求，什么穿甲呀、暴击呀、攻击力呀，全有。我的 fuck！ 这不够，应该是来得及。我操！这开大了，啥不是？他开了个狗头的大，炸不死他。哇，这样子吸！我尼玛！
哇，这也能吸回来的呀！衣服啊！缓慢的死去。我这一个卢锡安大招巨猛。啊，开心了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开心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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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goodbye good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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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bye， 兄弟们 ，goodbye 喽。